其实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就是有一个我以前曾经就是想过，为什么要说月亮代表我的心？因为像今天如果天气上面云比较多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到月亮，那月亮为什么会代表我的心呢？可是其实我之后想一想，就是不论它是明是暗，是圆是偏，就是它永远都在那里告诉你，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。